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当我们要进行拍摄工作，那拍摄前呢，就是我们有便当可以吃，免费的。那这个大哥已经先开箱，我们来看一下便当里面有什么好看的。这个便当的话，一个应该差不多100块钱。那里面的话有这个咖喱，这个是马铃薯，然后还有这个高丽菜，然后还有这个是豆子，然后这里还有一根大鸡腿，不过它已经帮你切好，所以看起来比较没那么完整。OK，就是这样子。没了吗？大鸡腿没了。就这样，好，OK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便当非常丰富啊，感谢工作人员提供免费便当，谢谢好人一生平安。